我们只算了，掐指一算了，叫六刃法。以前诸葛亮带兵打仗，出兵的时候看看赵刘邦是不是好日子，会有事情，对吧？有六刃法，我们有六丁啊，六刃六甲。这个手指头呢？哎，这是中指哈，抱歉哈，这是无名指哈，这是食指。看左手，左手，啊，你这个弓，这个叫引弓，啊，引弓呢取月令，好，教诸位如何去记，好，小空，大，流速。抱歉，这个数号最重要的给你写错了。好，那原来的名字呢？蜂王、小鸡、大安、榴莲、复喜。好，四口。这个东西在黄历上有，可是他们没有用到神。啊，你的一个念错了就毁了，你就看到形了，看不到神。我们人呢、啊？在心血来潮的时候，哎，突然感觉到今天眼皮怎么在跳，或者上半身心慌慌、意乱乱的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好，或者是有一件事情犹豫、爱难决定的时候，或者是此行立不立的时候，或者你在中南堂坐在那边飞机等的时候，是不是死亡班机啊？对吧？刚好你是彩迷，你看眼睛看不清楚，又看不到人家气色啊。诸位啊，人死之前呢、啊，不管你身体健不健康。霉运当头的时候，两个礼拜就看到七个。我就在跟诸位讲呢，你看到迁移宫黑黑的、轻轻的，要死。那你在机场看三个以上，你可以走路了。好、哦，你自己照到，搞不好你也回应当，你也跑路啊。好、哦，宁可不要去吗？我都不相信，不搭这班飞机，你会死人。我们从大安开始算起月令，需要的资料呢就是月日时，三个资料就好。那重点这个用神在哪里呢？重点就是说，当你心血来潮的时候，你就开始想用它的时候，就要以当时为准。比如说我现在有事情了，然后就看看，马上就把桌历打开来看看今天的农历是几月几号。你不要给我算国历哈，算农历的。按农历，比如说今天是农历是四月五号，好，那现在呢是戌时，现在的时间是6到九点吗？好，你就是从四月开始。从一月令呢，一二三四四月，对不对？然后再从当宫开始走，一二三四五四月五号啦。然后戌时的话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，有落空亡，那就告诉你凶，死刑不利。你刚刚心血来潮是什么事情？比如说你刚刚心血来潮是我想明天早上买股票，凶空亡，已经告诉你空亡了嘛。你说不行，我要证明我是错的，那你明天去买就完蛋了。好，你不能说，哎，老师，那现在这个时间空，我下个时间是那个大安呢、啊，我就给他弄到大安好了。我在下个时间再去想一下。我跟你讲很好玩的、哦，下个时间过去哈，你到那个时间已经不会去想了，忘掉了，很奇怪。这就是测心血来潮的时候。所以有的时候你想起来，有时候想不起来，但是算过以后，你不要再同一个念再去起第二次，一定不对的嘛。反而会害到你自己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到时候你会不知所措啊。了解我意思？好，那可以运用在哪个地方呢？比如说，我现在去跟他签约谈生意，走到办公室门口，哎，心想看看这玩意会不会成？哎，如果不成的话，对我们影响很大。拿手一算，哎呀，糟糕，现在是流年，对不对？今天的时间，比如说刚好是午时啊，或怎么样，刚好是流年。那流年代表事情停滞不前啊，此行不利，啊、哦，此行不利。那你说老师，那此行不利，在那中午十一点了，那没管我1点到1点3的3点后速洗，我1点到3点后进去，不需要，下次再去。好、哦，所以四口代表说有第三者介入，代表有小人窃灾，是非有人为的因素。速喜是立竿见影，马上看到，
我们在用在失物找寻东西失落东西啊，哦，或者是找这个你的重要的文件哈，哦，掉钱啊，哦，家里面遭窃啊，都可以。流年是事情停滞未前，小吉大概两个礼拜以后会看到，大安大概一个礼拜左右，空亡就是你不用看了，你可以锻炼了，哦，那你用在一件事情上都可以，不用它来算命哦，这个算不出来，就是说只是单一一件事情，尤其是心血来潮的时候，哦，很准，哦。那你如果刚好在中正机场，你一看每个人脸上那个黑黑的，这个驿马的位置都黑黑的。我们君子是四天嘛，四天就看到盈亏嘛，四天嘛，小人是人，懂不懂我意思？哦，这是方法不一样。那你在还不太，你在手一掐指一算，刚好那个时间刚好是做空亡的时间，那你就要准备跑路了。好，那做人要有个信念，要用它，就要听它的。既然要问，就代表你有疑惑，问了就要听他了，问了又不听，易经上怎么说啊？涉水灭顶，你自己去涉水，然后跑得很深，然后自己跑不出来，没人害你，自己被自己害死了。好，涉水灭顶，很多人是这样子啊。好，害了半天害到自己。